Hello， 大家好，我跟你们说嘛，妈妈自从来到台湾之后哈，对台湾的庙宇文化非常感兴趣。然后呢，今天我想说带她去苗栗那边走一走，顺便带她去九华山的那个比较出名的哦大兴善寺去看一看，那边也有一些免费的斋饭啊、面条啦、平安菜啦什么的，平安面的，带她去尝一下。好了，等一下我们就出发喽，待会儿见哦。现在带我妈来到了九华山的大兴善寺，那个不是循环在唱观世音菩萨吗？然后我妈就跟着一起唱。哦，你看妈，你看她好享福，你看很可爱哈。大兴善寺，因为我妈是一个有信仰的人呐，所以说带她来这些地方她会很开心。还有就是我妈，她一个月吃素吃三次，初三、十三、二十三。他吃素那天，我会带他去吃真正的素食，让他感受什么是台湾的素食。这个是咸菜，哎，妈在台湾这边哈，这些都不要门票的，哎，他都是免费的。人家煮的好，人家这边。哦，他一直在说这个白素啊，这一路过来很多很多的白素。出来才发现，进门的时候走错了。嗯，这嘛带你去拜嘛。听说以前这里有一棵菩提树啊，而且还会开花。你看这点修的好好的，哦，谢谢你啊，修的好安。嗯，百孝不如一顺，对，孝顺孝顺就是要先顺。珊瑚橙，珊瑚橙，中钙质，傲胶原蛋白。你没看过吧？这啥瓜吧？你就不晓得了吧？这个叫苦瓜。哎，把皮皮也削了，去试试，嫩得很，好大，你看好大，你看你手才好大嘛，好大，起码有五六斤了。看吧，平安面供应时间周一到周五，然后至早上五点起到下午两点，然后周六周日列假日至早上五点起下午六点，就一直都有免费的那个餐点可以吃。我跟你说嘛，平安汤圆、面线，全部都是免费的。哎，哎，这属于斋饭小嘛，吃了保平安。你要不要吃？还吃得下吗？是吗？哎，吃一口嘛。少一点可以吗？谢谢。哎，少一点，一点一口就好了，一口一小口。哎，妈，一小口，这里拿最前面的，对，筷子。我妈吃一下，来，这叫吃了保平安的，知道吗？然后这个平安菜，妈一口嘛，一点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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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，今天中午吃太多，哎，就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谢谢你哦，谢谢。妈这里，他们很热情，太多了，太多了。哎，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嗯，哇，还有蘸酱，吃斋饭。妈，你在那边坐着吃嘛，来，不要急嘛，坐着吃。这里是九华山，很出名的。好了，在台湾哈，很多庙长期都有免费的，这样吃那样吃，什么都有，面线、米线、面条，还有汤圆，还有糍粑，什么都有啊。这苦菜对不对？苦菜，哦，莴笋尖，嗯，面，庙里面不能剩，这个他知道，他比我还懂。你太能吃了，我不敢吃。看吧，这些都是在吃的时刻。回收哦，你要喝水哦，可以可以，开水，对，可以。糖不糖嘛？不糖哈，嗯，刚刚好。服了。嗯。好了好了，哎。就好。啊？这样是真水的。再喝一点。讲那真水真甜，安尼无阮来过香啊。没有听懂。我说要吃的像干净，像洗好的，那我们要过香啊。哦，要自己洗是吗？是自己洗吗？不用，您吃干净就好了。吃干净哦，要吃干净，不要剩。那好，就好像。哦，了解了，了解。洗碗的那很乖的。哦，了解了。没有，我们要过香。
你们没有吃干净，我们跟你说，我们叫贵姓。啊、哦，它吃的很干净。嗯嗯啊、这样可以吗？这样可以了。这样可以了哦。哦，这个规矩啊。好、嗯哦，谢谢。你也搞了。嗯，那谢谢。嗯、谢谢哈。嗯，好，走。菩提树啊，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。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小火要点吗？茶，杂货店的。这是茶，奶茶哦。嗯，了解了。我还以为是金桔茶，奶茶。今天没有金桔茶，只有奶茶。哦，知道了。对，要吗？奶，谢谢你哦。吃不下了，因为吃太多了。奶茶，这奶茶也很好喝、啊。要白随便你嘛，要白就白嘛。嗯。谢谢你哈、啊，谢谢，嗯，好，大兴善寺这里，啊，你不要着急嘛，我妈就着急着办，从这里上去哈，从这里上，哦，好，从这里上去，好，谢谢你哦，啊，一直有人指导我们，啊，慢点慢点，你看人家给你点好了，香都给你点好了，好了，谢谢，谢谢谢谢，嗯，嗯。跪着喝，哎，了解了吗？好，谢谢你哦。好，走，要跪着喝吗？这里，这里来，妈在那边。哎，跪着喝，哎，跪着，对。现在天气比较炎热，我妈非常有信仰。那边，嗯，进里面了。好，谢谢。妈，来丢进去嘛，丢嘛。庙里，庙里向的那个大兴善寺，善良的善。大兴善寺，我还记得。然后我妈今天呢，她带她去嘛，想那个庙子非常出名噻，我想带她去感受下庙宇文化。结果她今天呢很紧张，因为我们不懂规矩噻，进去就走错了。我们出来才发现的，我们进去大门都走错了，我们走左边进去的，应该从右边进，左边出。是我回来的路上才发现的，然后我妈就觉得，哎呀，内心就觉得有点那个噻。后来我就跟她说，心诚则灵。嗯，我们这我去哈，那个样子我也不懂规矩，啥都不晓得，反正害怕错，害怕错，拜也好，咋烧香也好，都还不懂人家那边的规矩，晓得不？嗯，我吃斋饭，我吃要几样菜啊，这些要是东西要吃，你要平安面，平安菜，啥子吃都是平安的，也是样的不能剩，水汤汤倒喝干净。然后还有饮料，这些都要喝干净。那和尚有念经呢？要要要要。要念。讲究的很哦，他们念经要念多久？嗯。有些还一边念一边弹琴。一般都要念啥子？四十分钟啊？几十分钟？半个小时有时候。半个小时。嗯。你们晓得他念经的目的是啥子？念经的目的？不晓得。不晓得。啊，他们念经的目的。求菩萨保佑台湾人民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我们就说他们念经这种精神，都觉得我们学习他们普度众生的这种精神。在整个世界上来说，不仅任何一个国家说他的人都要说是对的。有信仰，然后他们主要是要体会他们那种精神，好热哦，在那个院，在那个在外面巴巴头晒了几年的嘛，很有仪式感。嗯，这台湾人太幸福了，那个就是台湾人民的这个幸福，我他们我就台湾人民的幸福，是这样子。人家的话呢是祝愿台湾所有的老百姓，幸福安康。
然后他们眼睛就鼓的，所以我说台湾人的话太幸福了。还有人家这边的人哈，每一个年轻人二十多岁的都要烧香要拜佛，那拜的是一种精神，聪明到处都菩萨，苗子多，到处都苗子。这我说台湾人太幸福。嗯，是啊，人家这边年轻人家啥的都菩萨啥都保佑。哎，确实也是。我想，我如果有机会到台湾来的时候，我要亲自到那庙里去拜佛。嗯，要的，就是啊，粉丝都等你啊，他们很多粉丝都在等你啊，等你来，每天都要问你为啥不来，然后说你来了过后还喊你开粉丝见面会，真的呀，很多人每天都在问，而且有些人，因为要落地点你最后噻，人家所以今天最大的亮点就是最后看到你了，他们留言，嗯，哎呀，台湾人。勤劳善良，人家讲台湾人，人家是贯穿了整个社会。哦，他们的贫富差距，是非常之小。他们贫富差距，我们他们的贫富差距是老百姓之间的贫富差距。我们这边是官人啊，跟我们之间的贫富差距。哦，这就是区别，你晓得了吗？嗯，好，吃饭。我们煮的清汤面呢，明天我妈要体检，来，梅婆来，梅婆，对呀，爷爷叫你呢，来。爸爸每次看到媒婆都语无伦次。啊，不干了，不干了。不高兴。不喜欢看我，真不喜欢看我了。好了，我们要吃饭了，然后让我妈他们继续再聊吧。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哦，拜拜。